许绍雄继月初一家三口一起庆祝完生日之后，呢日再响 IG 度分享一则喜事，就系佢嘅宝贝女许慧清喺新加坡大学毕业，仲要系一级荣誉添啊！身为老豆就梗系要出铺贺一贺佢啦，佢同太太一起出席毕业礼，仲带咗花去送俾女女添。女女亦都喺社交平台度感谢父母嘅支持，话冇佢哋就冇今日嘅一级荣誉啊！不过平时都成日放闪嘅许慧清，呢日就未见有放出同男朋友嘅合照啦。